是会不会对的，面对第三者。现在我看这个事情，我会觉得我会用比较高一点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让他走。哎，张玉燕与劈腿懒谈判小三，一律建议仿生渣男。人早就无甲你藏在目睭内啊，嘛有，青蛙骨哪会阁飞落去？你若要气死，你就变花死啦！你别讲我这么委屈啦，若要牺牲血是我啦，规整套拢知影，你早就甲着潘老师的查某囝。有最美待遇、第一媳妇之称的女星张玉燕，暌违三年出演舞台剧，剧中因为丈夫尤安顺出轨，张静之扯崩溃。如果说真实的生活当中可以娶玉燕姐这样子，怎么可能外遇呢？对不对？包括静之也是一样，这怎么可能挑我这种人物，搞个外遇的？顺哥是，其实我就是暗恋他很久啊，不是暗恋啦，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欣赏这个演员，所以这次知道是顺哥来演的时候，我觉得哦，一定可以。很轻易的爱上他这样子，对。为什么不早说？今天有顺过一下台词，因为我的台语不行，我很久没有讲了。虽然我以前也拍过台语的八点档连续剧，可是台语八点档连续剧的台词跟清明时节台词是那个完全不同的层级。我可以体会到那种台语的音律之美。我昨天晚上在家还在念那个剧本那台词嘛，然后每念一次，觉得我觉得整个晚上心情都很沉重。哇塞，微微是那种受巨大的哀伤，以及你哭完了，你没有办法开心起来。是会不会面对第三者？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我可能还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我可能也是会，跟一般人一样，我可能也会吵架，也会歇斯底里吧。我想现在我看这个事情，我会觉得我会用比较高一点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让他走。哎，真的，我会让他走。你不会去找小三谈判？我不会，我觉得从来不是那个女人的问题，因为今天没有她也会有别人。因为准备聊一下最近在干嘛，因为我们知道上一部作品其实在三年前的舞台剧哦。去年我有尝试拍了第一个偶像剧，他现在还没上档。我这段时间我比较常回屏东，比较常回妈妈家陪她。我这两年觉得我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前的话，因为我在屏东没有朋友嘛，就是回去我都会回去，但是我可能待的时间不长。但这两三年不会，我会尽量待长一点。可以再问一下怎么保养好不好？我相信很多人想知道。是保养的好还是保养的好？就还行吧，就谢谢老天爷，谢谢我妈。